我们两个分手了。现实，没有什么。现实，他有老爷们儿。滚！现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也没有说存在谁出轨。是粉丝朋友们就不要进行什么脑补了。我们两个本来想拍一个比较伤感的视频，结果却是我们分手了。有病啊！有病啊！就当做说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接受都已经没关系。像所有的故事都有起伏一样，我们的爱情之路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工作的变动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异地恋的残酷，我们坦然地面对了彼此的心声。我们害怕失去对方，更害怕异地恋而让这份感情变质。好啦，就到这儿了，那我们就来好好到这儿了。那我们就来好好告个别吧。告个别吧，祝你永远不死。对，回来。